嘿，小妞儿醒了。哎，早饭做得了，下去吃还是给你端上来啊？看什么呢，老婆子？卖糖葫芦的，好多年没听到这样的叫卖了，挺有意思的。哎呀，我还以为西门庆楼底下等你呢。讨厌。怎么着，媳妇儿？昨晚睡得好吗？我老做梦，还是噩梦，半夜都被吓醒了。什么梦啊？梦见你找不着我了，一个人躲墙角哭。其实我就在你面前，可是你就是看不见我，我喊你你也听不见，最后急得我上手抓你就行了。怎么又是这梦？前几天就跟我讲过一回了。我看你就是太紧张了啊，没事儿。当年我妈生我们哥四个，人也没怎么样啊。老二，不一样。得嘞，不一样。您娇贵，走，吃饭去。慢点。老二，你好好抱抱我。怎么了？这是，一大早就这么腻。记着，我爱你。嘿，我也爱你，特别的爱。将来你一定要当个好爸爸，你知道吗？嗯。咱孩子要是惹你生气了，你别骂他，你也别打他。你说孩子那么小，你要是打他，他多疼啊。知道你这叫什么吗？产妇焦虑症。放心，那也是我儿子，我比你还舍不得呢。还有一件事儿，如果万一……没什么万一，有我在呢，怕什么呀？怎么了？啊？这要生了？疼，疼老二！媳妇儿，挺住啊！咱上医院去。